小安，有好多小伙伴想看看你做的手账。原先不是看过了吗？之前拍了，后来不又做了很多吗？所以这次给大家一起翻一翻看看。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手账翻翻看。这是四本，这是他最开始做的一个手账本，然后第二本、第三本、第四本。先给大家看看我原先第一次做，你们看看有没有进步哦。这是我第一篇尝试自己画格子系的手账，第二篇是这种尝试用小便签画的，还有第三篇也是一样。这一篇是云朵式的，这是星空系手账，这个是海鲜手账，这一篇是生日手账，这些都是小麻薯的，这是黄色系的，这是粉色系的。那时候写字都特别的少，很简单，作业好多呀，好累呀。哎，我亲爱的小紫色系、红色系、樱花系手账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贴纸，我第一次尝试用格子便签。快乐吃吃吃手账，疲惫手账，十分疲惫的一天。闺蜜手账，这个是我用那种闪光的小贴纸做的，是星空系手账。看看这里有个小机关哦，爱你哦，把它打开。哇，我想去太空，去看看流星和星球。那时候做的小机关的很喜欢啊，特别好看。哇，这个也是个机关的，大家能知道吗？这个机关在哪儿？看看今天作业好多呀，我太难了。嗯，然后呢还有，好开心啊。那时候觉得我都惊艳到了，这个做的真的很好看。这是我紫色系，这还在小流苏的，2022年9月11日做的。嗯，还有日期呢。嗯，开心中秋节。好，这本完事了，给大家看下一本。我跟我妈妈抱歉是手账，这个黑粉 PK 我感觉十分的有趣，是绿色和黄色的 PK， 是紫蓝对话。迷上便签式的手账了是吧？对，不过粘那挺好看的，我觉得啊。挑战用黑笔做，这本就简单的完事儿了。爱之初粉色系手账又是 PK 了，这是白羊座的，好不好看？我觉得超级好看。有没有白羊座的小伙伴跟我一样的？这个是随意做的，生病了还在做。天秤座。这个是11月1节日的时候做的手账，处女座，猫狗的，樱花系的，新年手账，这是玫瑰公主做的，这是前两天做的啊，这篇我感觉很清新的，小马手的维克斯本儿，主题，紫色系，蓝色系，我觉得很好看了，越做越好看，这篇就不好看了，这是随便贴的，我看，对。哇，更是简单了，黑色系手账，酷作迷，夏天快乐哈，没有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这些手账中哪一篇你们最喜欢呢？这期视频就到这喽，喜欢的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。